咁好啦，再落啦。關於屬羊嘅朋友，咁我轉一轉幅屬羊嘅朋友嘅相俾你睇先。呢只就係羊咩咩啦。好啦，屬羊嘅朋友今年咧有呢個紫微、龍德、地解同埋玉堂嘅吉星高照拱照你，但有一樣嘢你要小心喎。雖然係有吉星高照，但係咧屬羊嘅朋友庚子年你係害太歲噶。害太歲嘅時間嚟講咧，即係小心俾人害啦。再加上一樣嘢，紫微龍德嘅意思即係老闆都睇你啊，俾機會你啊，但你唔好因為咁咧，小心俾身邊嘅人害你。逢係有人去支持你，俾機會你，總有人睇你唔順眼嘅，呢個係好正常嘅，唔好理佢。老闆睇你，俾機會你，你就繼續去做。小人督你嘅地方，你應該去改善，應該去提升。再加上一樣嘢，在裏面有幾個空星在入面，暴敗、天厄、六害、衰煞，有這幾樣東西在入面的時間來講呢，就要特別注意留意了。雖然機會給了你，但投資各樣對人事上面你都要特別小心，因為你風芒太露了，你風芒太露，機會給了你，老闆給了你，你更加要小心人際上面的問題。處事上面又是一句了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咁你先至可以做到，同埋防人之心就不可無，因為機會越多俾你，危機越接近你。咁所以咧，屬羊嘅朋友，明年上面嚟講，小心天厄呢一組星咧，係你估唔到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噶。咁所以咧，未雨綢繆，以防未患，以防有任何人去傷害你，呢個係必須噶。咁屬羊嘅朋友，明年而去適宜。去向呢個太歲祈福，咁咧有助於你嘅運程提升。